伴郎伴娘出场。啊，这个掌声好像有点不太热情哦，再热情一点好不好？好，首先呢，我们第一队的伴郎伴娘是由我们志宏还有静婷来担任的。那我们的志宏呢，是我们德纲的高中同学，静婷也是我们宜轩的高中同学。那第二队呢，我们的伴郎伴娘是由我们的秋宝还有魏琳来担任的。秋宝呢是我们德纲的同事，那魏琳呢也是我们宜轩的高中同学。是不是带请我们现场的嘉宾朋友们给我们伴郎伴娘一个最热情的掌声？谢谢我们的好兄弟，还有我们好姐妹们，今天在我们的新人这个大日子呢，给他们这么多的帮助哦。那接下来，大家是不是非常期待我们的新人出场呢？我们先掌声欢迎我们的最佳男主角德纲出场。哇，有这个尖叫声了，对不对？欢呼声在一样吗？哇，我们的德纲呢，在我们的朋友眼中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幽默又热情好相处的。宜轩心里呢，更是一位好情人、好老公。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德纲今天特别的帅气、特别的神采飞扬哦？因为他即将呢要来迎娶我们这个宜轩，来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在场的嘉宾朋友们，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来代替我们德纲迎接我们的宜轩出场。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新娘子宜轩。来走进这个婚礼的殿堂，我相信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宜轩的爸爸妈妈可能心里也有很多的感触啊。但是你不要给我们宜轩的爸爸妈妈放心，因为呢，我相信我们的德纲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照顾我们宜轩，一定会好好的爱护他，用心的来疼爱他哦。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我们爸爸其实有点紧张的。女婿来说一下，要麻烦他，拜托他好好的照顾我们女儿，就是趁这时候来说一下话。我的女儿今天就交给阿刚了，希望她能够好好的珍惜她，爱护她，珍惜她，爱护她，谢谢。心愿很简单，就是希望我们宝贝女儿呢可以一辈子的这么幸福。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你有没有什么保证要来给我们的爸爸知道，也给我们现场的所有嘉宾朋友，对不对？大声的说出来你的爱的宣言。第一个，我会永远爱他。德纲还有我们的宜轩呢，你刚走进。
手，来走在这个红毯这一端。然后在这里呢，他们的人生开启了另一段的旅程。有过很多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但是从此之后呢，他们两位绝对手牵手一起。更祝福他们两位在未来的日子里呢，也能够像这香槟酒一样甜蜜久久，幸福久久。再一次给我们德纲还有怡轩一个热情的掌声。好的，那接下来，所以现在各位嘉宾朋友们，赶快动作，把你们的果汁杯还有酒杯给它倒满，举高高，陈队有没有看到？哦，有些朋友还在动作，对不对？没有关系。那待会呢，纯纯会喊一个倒数，3、2、1，那大家就要一起跟纯纯喊，一定要幸福哦，好不好？有点饿了，是不是？纯纯喊一定要，大家要喊什么？幸福。还是有点太温柔了。好啦，没关系，我们现在把酒杯、果汁杯举高高，还要开始倒数咯，把你们的热情拿出来，倒数3、2、1，一定。